我是主持人默默。台语唔来当广告，台语爱在时代进步。我的台语虽然破破，水亏的台语爱摸爱摸。台语是咱文化的宝库，咱来学台语 ，Go Go Go！ 欢迎你收看今仔日的台语讲世事。坐伫默默的边仔咧，同款是咱的好朋友李刚Q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宏辉阿辉老师，你好。默默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是诶、欸，阿辉老师，讲到这咱台湾的环保啊，会使讲是咱啊所谓运动里面上镜头先的对不？诶、欸，会使安尼讲啦，好，那阿辉老师以前咧，哦嘛，拢有常常拢有参悟着。哦，这欢笑个今晚嘛是拢继续参悟啊。是吼、哦，是是是，咱今仔特别来讲这甲环保有关系的代志啦吼。当然一开始咧，赶快叫咱的观众朋友到底来看这段这华语的新闻吼，咱来安怎翻作台语的哦。来杯清凉饮料，消暑插上吸管，享受佐料在嘴巴的口感。手摇饮料一直是台湾人的最爱，不过每喝一杯就要用掉一根塑胶吸管，就怕对环境造成负担。环保署响应减塑政策，宣布从7月1号开始，政府部门、学校单位、百货公司和购物中心，以及连锁素食店等8000家业者内用一律禁止提供吸管。我觉得内用还是要给吸管呢、欸，就是可能看客人要不要吧，用选择的方式。不会特别要，可是他给不会拒绝，那所以透过这样的政策带动，我觉得愿意建立这样的习惯。内用禁止吸管，有人赞成，也有人持保留态度。不过一度传出就连外带也要禁吸管，对此环保署特地澄清。外带的部分呢，我们会在实施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会纳入评估，是不是也能够把它纳进来。如果你是外带的部分，你转为内用，你会造成我们在执行稽查上的困扰。我们希望，这个店家能够宣导，那消费者也能配合。新政策预计一年可减少一根吸管，不过生物可分解的塑胶吸管、纸吸管、甘蔗渣吸管等等不在禁止范围，店家可以照常提供。那你里面都没红茶。其实早在4月初的时候，连锁素食店就已经先在台北实施不提供吸管的政策，饮料杯盖一律改成外带杯，倡导民众一口喝水。这次环保署进一步扩大实施，希望从小地方开始改善民众的习惯。即想煞吼，看新闻会当阁甲咱的观众朋友小讲一下，讲以后吼，咱要用迄塑管吼，歹势，即个管是爱改一下，好爱改一下啦吼。老师敢有定来去啉迄饮料？我是较罕的啦，不过我拢榨糖匙啦。哈对，啊无就是家己榨迄杯啊嘛，对无？好，咱先来看今仔日头一句吼，伊讲啊，来杯清凉饮料，消暑插上吸管，享受佐料在嘴巴的口感。手摇饮料一直是台湾人的最爱，不过每喝一杯都要用掉一根塑胶吸管。老师这边那欢呢？哦，热人啉一杯凉的，会不会？塑管甲堵落去，享受杯仔底茶甲 QQ 的好料。现做的凉水是真侪台湾人上爱的。不过啉一杯就要消磨一支塑胶塑管。是，来咱点豆豆来讲，老师，热人，热人，袂使讲热天哦。会使啦，嘛是会使。啊，咱讲另外一种讲，因为热天大家较会晓讲啊。哈哈哈。是。好，所以讲会当讲热人，还是讲即马寒人，对，拢会使啦。啊，迄后壁迄个人就是。轻声，轻声，安尼啦吼，热人啉一杯凉的退火，老师，凉的，凉水啦。哦，咱以前就是讲啊，买一杯凉的，退一杯凉的来啉，安尼是会较有台湾味的啦吼。但是老师，我迄天有甲真侪朋友咧讨论讲，啊，即卖人讲这个手摇饮料，咱有一个对应，若要除了凉的以外，咱会当发明一个什么款的讲法无？结果我一个朋友的，我感觉伊讲了吼，伊个建议足赞的。伊讲啊，手摇饮料就其实是加迄茶切嘞切嘞，是切嘞，切嘞嘛对无？不是摇的哦，是切嘞。所以伊就讲，啊不叫做切啊茶，老师你感觉安怎？切啊茶哦，啊这可能对切啊米来是哦。对啊，啊唔过切啊本身就是一支迄米切啊呢。好，啊你今嘛做切啊？对啊，啊你今嘛那是讲要用迄个。切啊来用茶要哪用？哦，安尼哦，因为大家可能唔知影讲迄支叫做切啊，啊无叫做切茶嘛是会使啦，切茶嘛会使啦，切茶啊切啊茶嘛是不只啊高水啦，还是讲叫做凉的嘛是会使啦哈。老师甲嘟落去，好，嘟落去就是，嘿对，安尼动作，嘟落去就是这里啦哈。哦 ，QQ 的好料，咱之前有捌讲过啊，对不哈？好，哎老师，这个消磨，消磨，那以前嘛有讲过。
对，消磨有几种意思，一个就是消耗的意思啦。对，亲像这就是消耗啦。对。对啊，但是嘛，有那个吃豆腐的意思。你唔通安尼甲我消磨啦，安尼好，就是安尼用。好，咱过来看第二句啦，吼，不会特别要，可是他给不会拒绝，透过这样的政策带动，愿意建立这样的习惯。老师，嗯，就讲吼，袂特别加点头特啦，啊，唔讲吼，点头要好伊嘛。袂讲无爱啦，哦啊，我就反正要带头，我会愿意养成安尼的习惯。哦，老师，点头，嗯，哦，咱即马话人讲头家，啊，但是徛喺点头，无一定是头家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咱会使讲是点头啦，吼，甲点头特，哦，啊，伊那好过嘛袂甲讲无爱，嘛袂甲讲无爱，袂甲伊讲，袂甲对方讲安尼意思，但是先了讲法。嗯，我嘛袂甲讲无爱啊。系啊，有人讲袂，就是连合音啦，本来两个音节变作袂是一个音节尔。有即款的政策带头吼，嘛愿意养成安尼的习惯，安尼敢毋是会使直接讲我会愿意惯习，安尼敢会使？诶，嘛会使，你若要吼用另外一种句型来讲，就是像你安尼讲嘛是会使，啊，但是养成嘛会使讲啦，即华语台语两个拢有共用的啦。哦，来看后一句哈，内用禁止吸管，有人赞成，也有人持保留态度，不过一度传出就连外带。也要禁止吸管，对此环保署特地澄清。老师怎么讲？咱讲伫店内的禁用嘛，啊，有人在线嘛，有人要在中毒。不过听讲，若要早上去食嘛，要禁用。署讲，针对这个讲法，环保署特别出面说明。好，哎，老师，禁用署讲，会使直接讲，哎，禁署讲无？禁署讲吼？禁吗？安尼禁？因为禁塑工有可能会较无遐明确，你是要禁止生产塑工，还是要禁止卖塑工，还是要禁止安怎塑工？迄个同事你袂讲介清楚，就讲有足侪可能啦。安尼有你说，这就是禁用塑工啦，哈，禁用塑工。哎，老师，佮有这个，哎，外带外带，老师外带要哪讲哈？好，咱家是皇宫迄个炸弹去食啦，炸弹去食。其实嘛，有一种讲法就是要包啦。要包，好，譬如讲来宴一下，头家一碗卤肉饭。哦，啊，你要包啊，要吃啊？哦，我要包。安尼就该包一碗了嘛。要包就是炸灯去吃的意思。对对对。要吃就是直接吃。好，过来看后一张的这个字卡啦，吼。好，届时内用，吼，一般塑胶吸管将禁止提供，预计一年可减少1亿只的吸管。不过，生物可分解的塑胶吸管、纸吸管、甘蔗渣吸管等等不在禁止范围，店家可照常使用。好哦，就等来老师。到时还是到时准拢会使，到时拢未使提供店内人去塑胶塑管啦。是啊，按算一当会当减少1亿只的塑管。嗯，不过先买当分解的，还是纸做，还是甘蔗皮做的，这些塑管拢无。禁止赶快再提供。哦，哇，这等在为到讲起呢吼。哎、欸，老师，按算一单吼，今麦有个人来讲怕算啦，吼，还是讲计划啦，吼。但是按算就是看咱大姑开的讲法，对啦。哎，阁有讲到这个甘蔗铺，哎、欸，老师，咱稍等一下，好好啊，诶，详细来讲这个铺到底是什么铺？甘蔗铺做的塑工啦，哈、嗯。好，咱过来看后一张，这上尾一句哦，哈。欸、连锁素食店已经先在台北实施不提供吸管的政策，饮料杯盖一律改成外带杯，倡导民众以口喝水。这次环保署进一步扩大实施，希望从小地方开始改变民众的习惯。是玛丽亚，连锁素食店，素食店在台北已经先实行无要提供塑管的政策，杯盖挂毛盖过，要让大家惯习直接啉。这摆把政策范围放大，望会当一步一步改变民众的习惯。哎、欸，老师，连锁素食店哦，你是假菜，那是假菜，素食店是假菜，素食店，对对对，素食店，这是叫法务番的啦，对啦，啊，咱买当另外看要安怎设计啦，对啊，其实咱台语就欠这种吼，因为咱长时间吼，这台语去用，来藏去倒位去，所以讲其实咱这个新的书，咱其实需要一个机关，还是讲什么人，好，咱来制定一挂新的讲，应该有单位来，哎，有单位吼，咱叠加轮啊，好，用政府一定要跟处理安尼吼。好啦，啊，咱就照应啦，连锁素食店，有肉汤吃的素食店。哦，欸，老师，这个挂不会爱挂，听讲今麦诶人连挂都不会晓讲。哎呀，啊，都盖子盖子，啊，都盖。
就是讲唔知啊，台语要安怎读啦？挂啦挂吼！哎、老师，这个挂吼，其实嘛有几啊意思对不？哎对，就是讲。无，就是讲，这个汉字有几种读音，啊，无同款读音，咪是无同款意思。哈哈哈！哈哦，譬如讲，你讲配啊，嫁配，哈，啊，个有是，个有盖好盖赞，迄个盖盖好，嘛是自己啦，嘛是这个汉字啦。今麦可能大家来晓讲盖赞安尼吼，嫁配嘛是这个嫁，这个配啊挂嘛是这个汉字啦。哈，好，这就是咱今仔日这几句呢，咱下当加咱的观众朋友到底来讨论的啦。哈，稍等呢，讲过了后呢，默默特别甲大家讲，为什么咱讲这个六月呢？吼，是一个环保月哦。书爸爸看某某讲，予你知。今仔日啦，咱要来讲甲环保关系的代志啦，吼。当年的这个六月来讲呢，拢是环保非常重要的个，所以今仔咱的题叫做环保六月，吼。六月为什么是环保这么重要的月呢？吼，其实咱大家拢知影啦，吼。起码大家这个意识应该拢有啊，就是讲咱保护地球、环境保护到底有偌尼啊重要，吼。但是啊，这嘛要靠几个这个活动到底来推上。这个世界环境日是伫2018年的时阵呢，主办国是印度啦吼。迄个时阵呢，印度呢，因的这个主题就讲啊，是要安怎嘞，要来对抗塑胶的污染吼。伫个这个会议内面呢吼，就讲啊，要拒绝所有干呐会当使用一摆的塑胶物件。我相信这个观念大家应该拢有啊啦吼。为什么要安尼做呢？吼，因为咱就是要减少一挂有毒的塑胶吼，对咱生活的伤害。希望讲。当对咱的地球环境有搁较侪帮助，咱来看后场的这个例卡啦吼。好，所以讲啊，什么叫做世界环境日呢？吼，这是伫1972年的时阵开始来办，吼，这是伫瑞典吼，因为开一个会叫做联合国。人类环境会议所定出来的啦，吼！哦，这个世界环境日是多一天呢？就是每一天的6月7日，吼！第一个世界环境日的伊的目的就是要安怎嘞？要提悬大家啊，这个环保意识，吼！而且呢，拢每一年拢有一挂行动，实际上的行动，吼，要来守护环境啦，吼！就亲像咱都要讲的，吼，这主办国当年拢无同款咯，吼！当年拢会针对啊，迄个时阵上界要紧的世界环境议题来办一挂活动啦，吼。我拄则讲的是2018年对不？吼，你讲啊，今年是2019年，多一个是主办国咧，是中国，吼。中国这回因办的这个议题是啥物呢？就是空气污染啦，吼。其实这款代志，咱拢知影讲，咱每一个人活咧，拢爱喘气对不？吼。但是想袂到今嘛，咱人类面对的是啥物呢？空气污染咧变。做咱是现代人无形的杀手吼，这应该是古早人安怎都想袂到的代志吼。咱个来看后一张的字卡。哦，除了拄则讲的这个世界环境日以外呢，这针对环保的一挂活动呢，也够有几个啊啦吼。譬如讲，咱真侪人拢已经知影，伫个4月2日，这叫做世界地球日吼。世界地球日，伊是伫个1970年的时阵啊，为美国起过的啦吼。迄个时阵啊，这个美国的这个 Wisconsin 这个参议员合作啊。Gaylord Nielsen 吼，甲一个合作 ，Dennis Hayes 两个人斗阵发起的吼。伊迄个时阵就希望讲透过咧这个世界地球日咧来呼吁大家啊，停止破坏，而且爱保护地球。哦，迄个时阵啊，哇，真正这个活动非常的成功哦，有2000万人来参与这个活动啦吼，算讲是美国的这个环保史顶端的上界大规模的环保超军运动。来看下一张的字卡。哦，拄则讲的拢是这个外国的例啦，吼，敢有啥物是为咱台湾开始起过的呢？当然嘛有，吼，这是伫个2005年的时阵啊，咱台湾的风野保护协会吼开始来推动的，这叫做夏至关灯日，吼，就是讲甲电器禁起来啦，吼，设定一天，吼，一天呢，一点钟久的时间呢，吼，大家甲这个电器禁起来，是多一天呢，吼，就是伫个2010年开始呢，当年3月上尾一个礼拜六，吼，拜六要来举办这个吼。地球一点钟的这个活动，吼，暗时的8:30到9:30，大家把这个电器
禁起来，吼，禁一点真久啦，吼。哎，咱会记迄个时阵啊，即个台北一控一大楼，哦，真正一点真久的时间，吼，哦，规个大楼电火都禁起来哦，吼。哎，这大家拢有看到。哦，过来咧，即马慢慢啦，吼，即个路桥啦，还是讲车头咧，哎嘛渐渐啊，哦，有人斗阵咧，斗阵来学演即个活动啦，吼。你讲，哎，啊，这一点真久的时间，这一工，这一点真久的时间，安尼是会当省偌济电呢，吼。想要到安尼呢？全台湾都一档新啊，30万度电呐、啊、吼！你讲30万度电是虾米可能概念呢？吼，因为即马咧全世界大家拢知影讲吼，即、這个碳的排放量吼是非常的重要，每一国拢咧即个拢咧针对即个代志咧做改善呐、啊、吼。安尼咧，咱会当减少187吨的 CO2 吼，也就是咱讲的即个二氧化碳呐、啊，即个排放量哦，即。会使讲，会使减少70000台自用车吼，斗阵吼，即晒出来会造成的即个碳的污染啦吼。所以讲，你唔通啊，看讲啊，即一点真久吼，敢有啥物作用吼？当然呢，你讲啊，即其实是一个即个好用的行动啦。当然呢，就是要希望大家咧，普通时啊，唔呐，干呐，即一点真久尔啦吼。咱普通时啊呢，无要用的电器嘛，甲禁起来。你也当啊，尽你所诶所有的即、這个能力吼，来保护地球，和咱的即个碳的。排放量吼，卖遐尼啊侪。好，所以讲到啊，这个六月呢，吼，真正是这环保最重要的月份啊嘛。希望讲咱的招咱的观众朋友到阵来为咱的地球咧吼，来遮尼啊拍拼啦吼。嘿，阿辉老师，我拄则讲的，敢有啥物你要掠包的所在？好，迄、那个世界环境日。世界环境的，所以我都讲无变调了。对，你讲这环境，好，就是无变调了。哎，世界。环境是本调，啊，迄个后边有记得是变个爱变，安尼啦。环境日，啊，世界干嘛变调？咱那五字会当听做世界一个环境日一个不要紧，所以就世界环境日安尼会更加清楚。啊，你要连起来谈嘛，别当讲唔对啦。够无？先安尼，先安尼哦。哎呀，嘛不止啊，袂少呢吼。好，来看拄只某某所讲的，有啥物历史呢？咱会当提出来甲大家来讨论啦，吼。哦，讲这即马是热人，即拄只咱新闻的时阵讲到，呀，就是讲寒人甲热人吼，啊，就是比寒天热天，唔是讲寒天热天袂当讲啦，啊是讲这可能搁较少人知影，吼，啊其实这做口语的，所以咱嘛是搁提出来讲下。好，过来讲到这吼，哇，即马真侪人食这用素讲咧食，其实这可能就是这行啦，荤以泥地，荤以泥地，老师，咱咪安尼讲下，荤以泥地，哎，袂歹呢吼，荤以这种物件本来就是咱台湾以前都有咧食的物件吼，是讲即马甲人讲的迄波霸，还是讲珍珠，干咪通讲珍珠？无啦，啊，咱就是大细粒的荤以啊，对咱来讲就是，当然迄个珍珠啊、波霸，迄拢是形容嘛，啊，咱是直接讲，哎，就是细粒荤以，还是大粒荤以安尼啦？细粒荤以，还是讲大粒荤以啊？吼。伊刚刚老师咧讨论到，讲咱台湾的这款啊，这个热人的时阵咧，食一挂冰的顶罐爱掺的物件。老师有一种，我以前细汉我感觉就爱食，叫做西贡米。老师竟然不听过。对啊，我唔捌听过，我刚刚听知影西米露啦。对啦，其实西贡米就是西米露的西米头前迄两字啦。哦，啊，唔知咱观众边有人敢某某同款无？对西贡米，哇，足久无看到，粉红啊色的，哦，西贡米。咱过来看这素。素贡就是这两字，是吼素贡，所以不是迄个有一个口啊，甲一个吉的迄、那个，迄、那個那个叫做吉。好，老师，叉头，这就是这个汉字啦。嘿，啊，当然这是一个折字啦，折字。这个字在电脑怎么敢拍出来？你若爱有迄、那个啊，机关的字形啊，甲书记发，嘿，才会当正常显示。是啦，吼，其实这嘛是咱台语咧推广的时阵，最大的一个困难，对无？吼，所以这。脑子背问题啦，咱要较好用，咱的政府一定要处理这个代志，安尼啦吼。哦，讲这是习惯，甲惯习，老师这两个习惯是这个名词啦，惯习是这个动词啦，所以就是讲，你惯习，比如讲你惯习啉薰衣泥茶无？你敢有惯习？我以前有啦，那愈来愈大颗都敢啉吗？就是迄个你有。啉薰衣泥茶的习惯，好，就是安尼用，好，安尼大家 OK。来看后一张的这个字卡，丢毒，
加丢毒，加丢毒哈，我们在咧想啥加丢毒安尼哈。好，老师甘蔗泡，老师下面看的物件是好多泡嘞。基本上就是迄已经无水分啦，打起阿哥安尼脆脆幼幼安尼物件。哦，一定爱脆脆幼幼的。嘿，基本上是嘿，细的细的也是脆脆幼幼安尼。譬如讲，诶，甘蔗当然会使有泡哈。譬如讲，阿哥有啥甘蔗，我咧讲，哎，今仔只甘蔗泡泡安尼。哦，迄泡泡也是形容迄个口感啦，吼。对对对。阿恁拄仔讲的是讲迄个泡本身是啥物款的物件，啊，啥物款物件会产生泡啊？也搁有亲像迄个啥物啊？豆啊，你若讲迄个无啊，比如讲要无豆奶啥物吼，迄春的迄嘛是泡啊，迄嘛是豆泡啊，豆泡哦，豆泡，豆泡会使煎饼来食的，还是讲咱咧转油啊时阵？哦，转油啊，转油啊时阵，嘿，伊油泡。好，油泡嘛是使讲。好，咱过来看这后一字，好，金。好，主要就是讲，咱都是讲禁用嘛，吼。啊，其实可比讲啊，电话要甲禁起来无？迄个嘛是禁。嘛是这个禁，哈哈。啊，你唔通甲禁啦，伊要食就好食，卖甲禁啦。哦，迄是禁忌，嘿，对对对。嘛是这个禁。啊，甲拄只咱讲要甲电话禁起来，迄意思是无共。哦，无共款，哈。但是拢是关关起来意思，关起来意思。拢共一字，哈。ON 啊，哈 ，ON 这对日本来的，日本来的，吼，就甲你加油，这款的意思啦，哈。哦，这都是拄只会当看到的一挂历史，吼，咱进来看今仔日的这个戏出咯。阿妈，你拄只讲的哦，不管什么代志，你都会听我哦。当然咯，阿妈听你个的。阿妈，我就这样哦，你上听我。啊，这下来我看你的面色哦，无够外好嘞。人讲啊，心疼无有意，心悲无有地，可能今仔嘛就操烦无哩买代志。好，老师今仔戏出来，不管什么代志，你拢会听我哈。好，主要是不管咱但讲不管伊话嘛，可能有人讲不管，有人讲无论安怎哈，这拢会使讲啦哈。阿哥来就是听我，主要是讲这个一方面是听啦哈，听是什么款的用法，过来就是讲这个动词后边那是有代名词，咱拢会读轻声。所以讲，比如讲听伊话，比如讲爱。啊是上，啊是本，啊是好，不管是什么动作哈，你那后边有代表词的时阵，现在代表词拢总是轻声，因为重点在迄个动作。怕我。对对。骂你。嘿。上意。上意。对。爱意。嘿嘿嘿。就你。就这种拢是啦，加一安尼吼，拢会使，拢同款吼，所以这大家加联系啦。即马真侪人，即款物件拢已经。就是叫是代表书是用本条讲，讲是上尾字说用本条讲，其实唔对啦，遐动作才是重点。哦，这就重要啦吼。过来，这上尾一句吼，心疼无有伊，心边无有敌。啊，阿姨的心疼啊，就是辛苦有啥物病疼，迄个心。是动诶，主属，然后疼咧形容迄个心，结果心甲疼拢无变掉，就甲咱常咧讲诶头疼啦、心酸啦，这种拢同款。但是后边这个是心病，也是心病，这就是表示讲一种心理病。这就定义一个敢那别墅病名安尼诶物件，所以这甲头前迄个心疼无同款，底只就是心病、心病安尼。伊都爱变掉，对，心爱变掉，心爱变掉，心疼是独立呗。心甲嘿，心会疼，诶，迄个心主属。无病痛嘛，无病啊，但是心病，这就是一组的，一个数，一个组的，所以心都爱变掉。啊，伊甲底是讲意思啦，你要对换拢会使。好，心痛有有伊，心病无有敌。好，这个今仔呢，四个戏出会当甲大家来讨论的啦。哦，时间真正过了足紧的吼，咱第一只要阁甲阿辉老师讲，谢多谢，没谢字。好，咱就阿辉再阁见面咯。